冲绳是日本最西南侧的一个县，由160个岛屿组成，富有独特的自然环境，气候温暖宜人，拥有众多美丽的岛屿和珊瑚礁，素有日本夏威夷之称。丰富的旅行观光景点是度假和潜水的圣地。日本潛水咧，好多時咧，因為潛店係唔包早餐啦，而你知日本嘅餐廳啦，好多時其實都冇咁早開門嘅，咁咧就要閣下自理你嘅早餐啦。咁所以咧，我而家咧就要揾一揾，究竟我自己想食啲乜嘢。我通常喺日本咧，我自己食早餐啦，我就會選擇食三文治，因為三文治係喺日本咧，我覺得係出奇地好食嘅。先嚇。我唔知道香港人會有幾多人會飲咖啡啦。咁但我自己咧就是一個好中意飲咖啡嘅人嚟嘅，即係唔講唔知道，其實香港嘅咖啡喺便利店買到嘅，通常你會買到嘅都係啲即係唔太好嘅 quality 啦。但係 Lawson 咧，佢哋嘅便利店啦係會有咖啡，仲要係好飲嘅。咁咧，但係咧就唔會係我隔離呢啲罐裝咖啡啦，而係咧佢哋會有部咖啡機去撳俾你飲。咁會有凍嘅，有熱嘅。咁我自己覺得一樣嘢咧，就係日本貼心嘅地方。Thank you.